一个霸王龙，霸王龙前肢很短小，后腿很发达。我有一个霸王龙。哇，你也有个霸王龙啊。我有一个林道龙，它身上是黄色的。哇，好好看呀。我有一个林道龙，是黄色的。哦，你也有个林道龙啊。我有一个万龙，万龙的脖子长长的，对，这个就是它的特点，万龙脖子长长的。我有一个万龙。哇，它的脖子也是长长的吗？真的耶。我有一个棘背龙，哇，它背上像背了一个扇子一样的，哇，真好玩呀，棘背龙。我有一个棘背龙。啊，它背上也像扇子一样是吧？是的。我有一个暴龙，哇，它嘴巴好吓人呐，暴龙，哇，好像要吃掉你了，暴龙。我有一个暴龙。哦，你也有个暴龙啊？嗯。我有一个复制龙，哇，它头上长得好有特点啊，好有特点啊，这个复制龙。这个复制的。哎，对。我有一个剑龙，它身上像背着刀剑一样，好像出征的战士要去打仗了一样的，哇，真好玩呀，这个剑龙。我有一个剑龙。哦，你也有一个剑龙啊。我有一个梁龙，它身上像一道梁一样的，所以称之为梁龙。还有一个梁龙。你也有个梁龙啊。哦，我有一个甲龙，它身上像盔甲一样，可以保护自己，不会受到外界的侵害，甲龙。我有一个三角龙，它头上长了三个角，所以称之为三角龙。哇，好好玩啊！三角龙。我还有一个三角龙。你也有个三角龙是吧？是的。我有一个黑色棘背龙，它身上黑黑的，黑色棘背龙。我有一个黑色棘背龙，黑的。你也有个黑色棘背龙。我有一个翼龙，哇，它有翅膀哦，可以飞的哟。它主要是吃树上的狮子为主哦，可以飞的。哦，你有一个翼龙是吧？好的。我有一个滑齿龙，它可以在水里游来游去哦，很好玩的。你有吗？我有一个滑齿啦。哇，咱们去洗澡吧。洗澡。哇，真好玩呀。我们洗